李冰冰香港看亿元豪宅，正申请优台计划入籍香港。据媒体报道，凭电影《变形金刚4》成为全球瞩目女星的李冰冰，不单是近年来在好莱坞巨制中内地女星戏份最多的一个，同时被看高一线。为应付好莱坞如日中天的发展，李冰冰决定以香港为基地，故申请优才计划，并打算在港置业。近日，地产界的消息人士透露，指李冰冰早前来港到南湾看市值超过亿元的豪宅。日前，李冰冰接受访问时被问到是否申请优才计划及在港置业，李冰冰态度保留地说：“还没有到时候，我很喜欢在香港生活，我有看过香港的楼房，不过实在太贵了。”就算说北京贵，跟香港比较还是有一段距离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